香港歌手何韵诗开心在台北举办演唱会，不仅妹妹到场支持，连绯闻男友余文乐也来站台。跟我的关系很密切。对，然后呢？我公开承认的恋情不多，大概只有一个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的恋情里面有的男生也不多，他也是一个男生。其实我真的，我觉得我跟他那个外形上面还是蛮配的。对，所以请来我的男朋友。虽然余文乐对男友角色配合演出，但抓到机会也不忘调侃何韵诗一番。看这个可以吗？唱青春了没有？我刚刚在车上一直在听。真的吗？问一下波波。哎呦，谢谢。不错啊。男朋友应该错的，谢谢。两人在台上亲密互动，不仅大方牵手，甚至何韵诗还自喊在一起。从种种行为看来，他们的恋情要修成正果，真的是指日可待了。